因为这两天身体不舒服没去学校，没想到陈斌就自己找到我家过来了。我大声的吼他，想让他回去，没想到他自顾自的还是回来。啊！你干嘛凶我？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你担心我干嘛？我来照顾你的，你有病吧？这种真不是开玩笑。既然你不好戴口罩，你不走，我走。哎，别，我别，我戴还不行吗？我戴。这能回来了吧？回来吧，我都戴完了。不是谁啊？我啊，家老我。图图啊？对，我。嘘，你先别出声啊。大晚上你来干嘛？我不听说你那个啥了吗？我就说来看看你。去滚犊子！你有这么好心？我怎么没那么好心？我告诉你，正好我这也那啥了，我就说咱俩互相照顾一下。我才不需要你照顾呢！你就嘴硬，你我告诉你，你就需要我照顾，知道吧？你是不是觉得大家都有，所以才安全一点？嗯呢，兔兔，我真不骗你哈，我现在浑身难受，我现在感觉我硬个腰是吧？跟他们卡车撞了似的，那喉咙就跟吞他们一盒刀片似的，那刀头子天旋地转，我看你跟个没事人似的，你这个要是交叉就感染我这个，我觉得你可能受不了。哎，喂，啊，老师。回去补课是吧？啊，好好好，我走了，拜拜。注意安全啊！好多没事。走了吗？啊，走了。真能忽悠。啊？我没忽悠他呀。那你快上来躺着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你想吃什么都水果，你跟我说，我就给你买。谢谢啊。说什么呢？